Hello，Vitara 的车友们，大家好。今天直播的时间有稍微比较晚一点点哈，那可能是车友们刚好下班了，所以刚好可以来看一下这一个的这一台的直播。那这一部车 Vitara， 我们有好几次都在车友的粉丝团里面有跟大家分享过哈。如果现在啦，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嘛，如果车友有想要询问哪里有问题的话，可以在线上告诉我们，我们会把镜头带到大家有疑问的地方。好，好，那这台车是 Vitara， 这部车是四轮驱动的版本，因为这个车相信很多的车友都对我比这台车的认知都更熟悉哈。这部车是四轮驱动的版本，那避震器的话，毕竟哈 Vitara 日系车它所设计的一个悬吊系统呢，算是还是比较偏舒适为导向，所以如果要做比较激烈操控的时候，它开起来感觉可能还是以舒适为原则，可是当要做比较激烈或者是开比较快的时候的乘坐感觉呢，就可能会比较偏向舒适。所以今天车友选择的是 KT 的道路版的避震器。那原先车友的话也已经有改了短弹簧，而且这个短弹簧不便宜哦，这个是德国艾巴的。好，因为我不晓得这个品牌是这个品牌也有做 Vitara 哈，这个品牌是德国艾巴的短弹簧。那降下来的车高，前面的话大概2指再多一点点，大概轮胎上缘到叶子板大概40mm 左右，后方的话大概是3.5指，大概是60到70mm 左右。但今天车友的话，前面的话会略降一点点，大概剩下2指幅，后面的话大概剩下2.5指。那以 KT 的设定来说，我们能调高跟调低的区间范围呢，之前有介绍过了，相当的宽裕，而且并不是靠压缩弹簧去改变车高的，所以它调高跟调低整体开起来的乘坐感觉呢，是都是差不多的。那这台车比较跟一般的车子不太一样的地方是它的上座，这个是一个弹簧的上托架，上托架的话它上方有一个叫指推轴承，这个指推轴承在上方呢有一个橡皮，那像 Suzuki 的小车，包含了 Swift 这样的小车设计，或者是其他车系的 Honda Fit 啦、Toyota 的 Yaris， 它的上座设计都是类似这样的设计。它在上座上方有一个轴承，轴承上方就是变成一个橡皮的，所以它并没有一个像是有锁两颗螺丝啦或者三颗螺丝的设计，就直接锁上橡皮跟指推轴承而已，所以它的组装起来的也还蛮简单的，而且后续维修的费用呢相当的便宜，因为只有两个零件而已。好，这个是前面上座的部分。那后方的话是一个拖曳臂的系统，弹簧跟避震器是分开的。每次介绍这台车我都会压一下它的后阻尼给大家看一下，像这部车我们很轻易的就能够把它的阻尼往下拉了那简单来说，这样的阻尼设计还是以舒适为取向，并不是像之前我们在公司里面有开过直播的像最近比较新的车款宾士的 GLC， 哇，它的后面的阻尼的话就相当的硬。当然了，它第一个它是后轮驱动的车款，它所配备的弹簧公斤数也比较高，所以它的阻尼当然就要比较硬。可是一样是欧系车，假设是 W176 A Class 但它后面的阻尼跟悬吊设计是差不多的可是它的阻尼像这样下压时候的阻尼阻力就会硬很多所以它的操控起来的感觉呢，是日系车跟欧系车是截然不同的风格哈。好，这个是后面的阻尼，很轻易的下压，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舒适的原厂设定。好，那我们来介绍一下它的后面的悬吊部分后方的话，弹簧跟避震器的主筒是分开的，所以我们配置的弹簧公斤数，后方的话是配置4公斤。那筒身的话，它是走一个长行程的设定。像是 KT 的设计行程大概有17公分左右，而且在这个这里有一个防尘套，防尘套的话它是做一个密封式的设计，所以它的密合度相当的不错，这个密合度相当的好啊。车高的调整是在弹簧上方KT 有设计一个调整机构，这个调整机构一般叫 High Low Key， 那 High Low Key 的话它能调高跟调低的区间范围很宽，而且不会因为要调高我们把弹簧压缩就变成弹簧的公斤数比较高就变得比较硬，并不会有这样状况所以它能调高跟调低的范围呢是比较宽的。那另外这样的悬吊系统，我们一般如果在店家安装时呢，
会比较遇到的最大的问题就是，那它的后弹簧要预载，大概预载在什么程度？后弹簧的预载是取决于这个筒身的长短。如果我们把这个后面后方的筒身缩得很短的话，那它的后面的弹簧压缩值就会过多哈。但是像这样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设计的原理呢，是不需要去压缩弹簧的。这条弹簧是21公分，210mm， 我们大概只要压缩大概3到5mm 而已。压缩过多的话，会有造成几个状况：第一个，它承受起来的感觉会过于弹跳；第二个，我们怎么调阻尼都没有办法匹配到很完美的程度；第三个，如果压缩的太短的时候，遇到坑洞，当它在弹开的时候，筒身拉扯到底部会有一个异音的状况，那拉扯久了也有可能会造成筒身寿命的缩短。所以像这样弹簧跟避震器分开的结构，在这样的搭配上呢，是在安装时候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后方阻尼的调整。这台车超级方便的，像这样那么方便的设计，我们的经验当中有两台车，第一个是尼桑的 Tida， 那第二个是Honda 的 Fit 哈。这里分别都有做了一个维修孔，这个维修孔打开之后，从这里就能够拆解避震器，而且从这个地方有看到 KT 的 logo， 从这里就能调整到我们想要的软硬值。往顺时针的话变硬，往逆时针变软，从这个地方就能调整。那它拆卸的方式是，这里有一个维修的缺口，只要拿一个小一字往这里撬开，这里就能够搬开之后就能调整得到阻尼了。那调整的重点就是左边跟右边的阻尼软硬度要对称，左右边要对称，前后的话可以不用一致没有关系。好，这个是后面的部分。那我们来看一下前面好了，前面的话它就是一个麦花臣的悬吊系统了哈。那它的设计的话，车主的话，这个车友他也有改了不少东西哈。像这个是前面是四活塞的一个而且这个是浮动碟吧哈。前面的刹车还有后面的加纳碟都已经有做强化。那再配上 KT 避震器的话，整体在操控甚至是在比较激烈在山路上的表现都会好很多哈。好，那这里有一些油管固定架啦， ABS 感应线，还有这里这个是原厂的离载串，尤其是这个离载串不需要再多花钱买强化的离载串，买可调式的离载串，或者是买短的离载串。我们的设计的锁点 KT 所设计的锁点就是跟原厂一模一样，所以直接沿用原厂离载串就可以了。那在车高的调整部分，前面的话跟后方不一样，前面的它的是靠脚管上方这里有一个银色齿轮状的托盘，我们把它悬松之后，它的蓝色的脚管往下延伸，它的整体长度变长，车高就会变高。啊，相反的，如果把这个间距把它缩短，车高就会变低。这个的前方安装的技巧，它就需要把它的原厂的轴承跟上部的橡皮把它取下来，所以在取下原厂的止退轴承的时候，它的弹簧是需要压缩的，那这个是有危险性的，建议车友们都交给专业的技师来施工。那当前面的上座装好之后，前面也有一条弹簧啊。那这个前面的弹簧压缩的部分跟后方是一样的哦。我们把弹簧压缩了大概3mm，并不是3公分哦。3mm 之后，再把下方两个托盘把它对锁，就完成了上部的组装哈。所以这个是前面的部分。那前方的阻尼调整是在引擎室里面。这台车真的超级方便的哈。我们把引擎室把它打开之后，就可以看得到避震器的上座了。那在上座这里也不需要再拆任何的饰板哦，我们只要把这个旋钮，这里 KT 的一个旋钮，往顺时针的方向，这个会有一格一格的手感，往顺时针它就变硬，往逆时针就是变软哦。那也许有可能调了3个月之后忘记现在的阻尼值是第几段，那没有关系，我们把它像这样逆时针转到最底，好，它就转不动了，转不动之后再一格一格的数。像本来刚刚是调15段，我们就把它调到15段，1、2、3、4、5、6、7、8、9、10、11、12、13、14、15，它有 一段一段的手管，那一共有30段可以调整。好，所以这个是前面的部分的介绍。那这一部车我们之前也有分享过，可是忘记有没有开直播了哈，因为这一部车有的车友也会做一个轻度越野的设定哈。那轻度越野的话，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可以比原厂车高还要高，大概高个1英寸，大概2.5公分左右。如果
车友们有要需要不同的设定，像大部分的车友都还是以 low down 为原则嘛，如果车友有想要比较高的版本，那也可以私讯我们的 KT 粉丝团里面的小编，或者是说想要对这台车想要试乘看看，坐看看，了解看看改装之后的感觉呢，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或者是说对产品 有任何问题，都很欢迎跟我们联络。以上是今天 Vitara 的直播，谢谢车友们，谢谢，拜拜。